他竟然不去找法老跳一下，法老手都伸出来了。我以为他会来牵我的手的。你怎么没有主动一点？他都主动选你了，我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？吃醋了？对，他已经吃醋了，不是？其实我有想过往你那边走，但是你看起来有点凶。啊？我有点凶。想做他的保安，守护早安晚安，他却说我凶悍，伸手但又不敢。我现在已经大概摸清楚法宝的口味了。你这种类型完全就是他的菜，好吧？是，我是来评音乐的，你怎么搞得我是来谈恋爱的呀？相亲的是吗？